Hello， 我是 Kelly 啊，今次我带多了个朋友仔嚟一起开箱。Hello， 我是 Ellie 啊，咁今日有啲咩介绍俾我食先？今次我就揾咗网店出品嘅 bagel， 仲有唔同味嘅可丽露添。哇，全部都好吸引啊！咁不如我哋试咗 bagel 先。好啊，首先试下呢个台式 Q 饼 bagel 啦，入面有十姓红豆蓉、肉松同埋咸蛋黄，仲有烟韧麻薯添。跟住试下呢个芝士七重奏 bagel 啦，入面加咗车打芝士、巴马神芝士等等，加热食仲会变成半溶芝士，真系好邪恶啊！仲有呢款抹茶乳酪 bagel 同埋芋泥 bagel， 两款都好足料。食完 bagel， 一于试埋法式可丽露啦，你一定要试下呢款小生芋抹茶可丽露啊，有两种食法添噶。哇，好吸引啊！咁我哋即刻试下啦。哇，入面嘅抹茶夹心冻食好似雪糕咁啊，外脆内软，加热食仲有流心效果，茶味更加突出添。另外仲有百雀茶陪茶味嘅可丽露，至于朱古力可丽露就用咗秘鲁可可粉，仲有啲果仁香添。今次咁多款甜品入面，你又最中意边款呢？我自己就最中意呢个台式 Q 饼 bagel， 够晒多馅。你呢？我就最推介呢款抹茶夹心可丽露，有两种食法，而且仲茶味好香浓添。想知边度有得买？记得 K 入内文睇详情啦。Yoo-hoo！